的哦。68，最后一个号码保留一下，请问这个现场的观众在哪里？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好，请您站起来，我们才会把麦克风交给您。然后这一场特别让大家可以开放直播，你的手机如果有 LINE 有 FB， 可以直接把现场的状况，甚至把台上的音乐家都可以入镜直播哦。这个可是难得的机会啊！原来直播是好赞的感觉哦。好，来，请问先生你怎么称呼？一姓王，三名是王。你看王先生，你很可爱。现在有麦克风，不要用手机的，谢谢。对吧？你看，这就是谢谢你哦，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完全不认识。对，用麦克风比较大声。好了，现在音乐家准备一下，你想点播哪一首曲子？点播9号《不弃你，我亲爱的爸爸》。哇，好棒哦！谢谢家庭准备的好。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王先生，为什么你要点这首《亲爱的爸爸》？是因为我刚刚讲这是8月份一个霸气全开的日子吗？首先祝我的爸爸，还有在座所有的爸爸，及全天下所有的爸爸，爸爸节快乐！谢谢。那当一个好友，哦，他本来今天晚上要到现场来参加音乐会，结果他临时有公务出差到日本，这个是我们国际扶轮，台北创新网络扶轮社创社社长，温迪，帮他点这一首歌给他爸爸。他爸爸是石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秋林先生，他也是我们国际扶轮38年前总监，那现在是我们国际扶轮台北地区创社社长联谊会的现任会长 PDG Computer， 然后帮他点这一首歌送给大家，谢谢他爸爸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有一段爱情，可是呢爸爸因为很疼女儿，就像刚刚温迪讲的，他很想送给他爸爸，可是那个爱情故事里面很特别，爸爸不爱他的女儿跟这个恋爱对象，所以爸爸要怎么讲呢？他说，那我唱给你听，我请你就写了这首，告诉爸爸说，爸爸我真的真的好爱这个男人，如果你不让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的生命就不会如此的精彩，你觉得美不美？让我们欣赏这首好听的《亲爱爸爸》。